哎，觉悟者是小小的痛他就开悟了，啊，他不会弄到自己断手断脚或者儿女死了他才开悟，啊，但是最重要是各位能够把别人的变化当做你的变化来开悟，那是很慈悲了，啊，所以菩萨必须面对众生各种的苦难，从这里面去修慈悲智慧，啊，那你能够面对十个复杂的状况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得癌症了，又没人照顾他，这个事情成为你的责任，那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慈悲智慧。那你愿意去做才可以啊。所以什么叫度母的心？所有众生的苦难都是他心里的苦啊，这个叫度母的心。所以他用尽办法去解决对方的苦难，所以这样呢，大家来得到度母的灌顶，因为你要去圆满了度母的愿力，这样有没有道理啊？所以，当然我还是今天时间不够，各位还把上网把《多罗菩萨》的经典看一看啊，甚至有一些善知识，把这度母的修我当初灌度母仪轨是在尼泊尔灌的啊。那位善知识也来我们这边过，他是杜母的化身，叫什么名字忘，现在已经来投胎了啊！讲了6个钟头，6个钟头，诸多仁波切啊，诸多仁波切，所以讲得非常的细啊，因为诸多仁波切就是个杜母的化身一样。那当然，这个内容都非常好，但是对自己而言，如何跟杜母相应啊？让因为。你老实的在这样做，那才可以。那我必须再提醒，就是说，不管我们在供养什么，这个法没有高没有低，不能说哦，这个天天在上供没意思了，错了。就是说，你要很认真的按照这个祭文，我们汉传佛教最主要叫文字密，这个文字密是要止观，就是你必须专心的按照这样去观想。融入在那个境界，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供茶，要观想，哇，最好的这个蒙山，四川蒙山那个最嫩的，像麻雀的舌头啊，那种茶叶，啊，独占，就是一春天马上就拔起来去泡出来的茶，特别香，啊，而且呢会让你开悟，那赵州禅师啊，因为喝了茶讲的法，遍禅林，就是能够遍法界。而且这种茶就可以断烦恼、三盏退魔君啊，让大家开悟。这样，这种茶叶才能够真正供养诸佛。那每一个佛菩萨、罗汉一喝到，个个也都是发光了啊。然后再把这个功德融入到恶道，让所有众生念一下清醒觉悟，破除无明，而且得到世间的福报、长寿啊。健康啊，有福报啊，口齿清香啊，你要做这样子的观修，一次再一次啊！你每天供养一次，一年就供养365次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累积，这辈子供完10万次，还没供完就走了。但是意思是说，叫你每天都要修这个功课来上供下施。那这个上供下施就是一个最大的质量，菩提心的质量，波罗蜜的质量。所以各位每天要很认真，好不好啊？比如以后如果你比较懒，就把这个我们这个录音将来会录好，都会录得很好。你在家里一放，你就开始录一遍了，啊，开始去每天这样上供下施。那我们这个道场的特点就是很喜欢用食物来做功德，上供、布施便当、下施烟供，做成甘露，大家多研究，好不好啊？哎，因为人都贪吃嘛，透过吃来修行，这是菩萨道，对不对？尽量把最好，下回参加法会，把最好吃的带来，好不好啊？跟人家结缘啊，哇，这个最好吃的，那个最好吃的，我这个人也一样，我吃到最好吃的脸都会发光，那何况是佛呢？对不对？何况是那些鬼道呢？一吃完就恶鬼升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用最好吃的去推广。念一下，持者正无生。啊，希望手上戴着念珠啊，乃至妙法灵文。现在各位戴着楞严经啊，有些在地藏经，我们戴着咒语啊，
你带在身上，就是要让我们体证空性，圆满大悲啊，不会起心动念啊，可以征服自己的烦恼，也可以征服众生的烦恼。所以这就是因为拿着念珠，特别拿着念珠啊，经常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同理大众进入极乐世界，好不好啊？也让他们不舍弃众生，带着众生脱离轮回，往生净土，成就佛道。那这个念珠，你每天都要想这个意思，要想这个意思。那你每想一次，就是一次的修行；想两次，两次的修行。变成了里面啊，变成没有个人了、啊，都想了佛教的正念正行了、啊。各位要观想这边的每一尊佛菩萨都变成真的哦，然后被我们供养以后欢喜啊。眼睛看到最漂亮的，耳朵听到最好听的声音，鼻子闻到最香的，嘴巴吃到最好的，内心里面体悟到最好，这个叫大供养啊！就让所有的生命从头发到脚趾甲都快乐啊！因为最大的这个是佛教的目的，佛教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把对方众生都当作佛一样的尊重他，供养他。所以你以这样的心去供养众生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一直训练对佛的供养，佛已经成佛，干嘛要我们供养？那是我们已经对佛的这样的服侍，我们叫近侍男、近侍女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样来奉侍佛陀，以奉侍佛陀的方法来奉侍什么？奉侍众生啊！所以做义工爱卡求哎啊，好像进来你要赚100万呢 啊！你要开始奉侍别人，因为这是佛教的教啊，以对佛陀的了解来了解众生，以供养佛陀、服侍佛陀的方法来服务众生。所以我这个人很有福报，因为我出家的时候做我师父的侍者，哇，我发觉我师父脑筋太好了，比我爸爸还厉害。我爸爸是用骂的把我骂长大，我师父是用心来把我带长大，咪咪嘎嘎的，当然我师父给我说，不想学的我就不教他，想学的我就认真教他一颦一笑每一个动作。所以各位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一个修行人他就非常的细心每一点他都抓得很紧。但是这个点呢，就像我师父说，出家穿这个衣服是个演员你在社会上你不能表达你自己啊，行住坐卧都要像佛陀一样，像菩萨，引起别人对你的信心、尊敬、了解透过你吃饭、走路，任何时间在车上都要很端正。所以我跟我师父坐车，打死也不能打瞌睡，我要给扒了给我师父这个人坐车也在度众生你要时时刻刻让别人看，你不能说我喜欢拿这个袋子，我喜欢没有没有，要比模特还配得好看因为我师父说的，特别我刚刚去恒春的时候，哇，天气热得要命，每个人都穿个短褂，穿个拖鞋就不错了。我师父叫我出去，每天要穿这样他说你出家人呢，你走在路上，恒春的风又强，那个长衫飘起来多美啊！你穿个短褂飘什么呢？穿个拖鞋怎么飘呢？你要很庄严，还保持微笑我这个训练呢，满头大汗呢，还微笑但是这个就是训练我才知道原来出家哇，这个不是光读书呢。但是我师父问你不想学，那他不就教你？想学，他教你到精的不得了所以特别我们在这些土地。看到我敲法器都会敲错的，我说我们都被教了精的要命时声不能多一声，快也慢大声，因为抓得很紧。我原来这样来保持正念，不起心动念所以不会表现出一个嗔恨或什么，因为他在适当的时间你要表达什么，你就要做得很好。这个是威仪戒所以不犯威仪，各位要知道特别不犯菩萨威仪，你讲话、眼神、手势、唱诵、做事、上洗手间、
穿衣服，各位从今天回去做给你家人看好不好啊？因为你修了嘛，啊，要吃饭就把它吃干净，连碗也吃下去。那吃完饭自己去洗碗，桌子擦干净，啊，内衣内裤叠好，对不对？房间要弄好，所以你不能说哦，这我家我不管啊，因为你要度家人，不然你要度你家的土地公嘛，再来要度你的冤亲债主吧，啊。因为他们把揪金金瞪着你呢，所以各位在这一点看个佛经要怎么看？佛经拿起来要怎么？佛教就叫你学这一些，学这一些啊。那这样以后代表你保持在一个正念，怎么去做每一件事情？特别我们念这个不空摩尼，你要这样观想，所有诸佛菩萨祖师被供养，欢喜放光，那这个快乐完全融入在所有众生，地狱道也变成被供养了，恶鬼道也被供养了，啊！佛菩萨所建立的净土，就是要让众生去领受他的快乐的，所以这上供下施这个一念，无间地狱都马上有如在净土的快乐，所以这个叫无间地狱业障皆消除，众生皆得生净土。所以念这个咒的时候，牵动十法界，啊。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所以各位用心去供养啊，去上供下施，去圆满一切。最大的供养是不是心态？心态的庄严，心态的美啊。所以说，你要如莲花上的如意宝这么美丽的心去供养啊，令佛欢喜。这个心能不能感动受苦的众生呢？可以啊，你以这心去转化他的心呢 啊。所以我想各位要不断的练习啊，修行、吃饭、走路，任何时间你都不断的在练习。就像各位来到佛堂，哇，这前面庄不庄严啊？非常庄严，而且又消灾又拔度，也非常慈悲啊。那这个就是修行在修这个，然后把这一些都融入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融入在你的心里面。来，手拿出来，好不好看？不好看，检讨啊！你打死多少蟑螂了？打了多少麻将啊？连指甲都要好看嘞！所以，各位你要修到什么都要正，而且庄严。所以佛陀庄不庄严啊？太庄严啊！从头到底找不到一个不庄严。那你要开始练习，那这个练习要透过别人来帮你。有时候自己的盲点看不出自己的问题啊！啊，所以各位要。不断的朝着方向，为什么？成为度母，好不好啊？成为佛陀，成为不动佛，成为观音菩萨，要精进。但是你要成为佛陀，成为观音菩萨，只能把功德建立在众生上面，你才有办法。啊，钱最大的意义来自于能够帮助穷人，对不对？哦，能够为众生造佛像，上供下施都一样，这个是钱的意义啊。啊，感情的意义啊，能够把感情变成一种菩提信愿，乃至把感情变成一个对众生的无所分别、男人平等接受的悲心，那这样感情快不快乐？太快乐了！所以各位，你要跟你女儿说，千万不要谈恋爱啊！这样，你去谈谈看好了，苦了再回来找我也可以啊。因为你要把感情变成一种花朵，你不见得要去陷在那个苦，因为你去看看别人就知道苦了，太苦了。曾经有个女孩子说：“我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妈苦不苦？啊，这样就好了，问她妈就知道了。”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你怎么用也是苦，有也苦，没有也苦。简单的说，来，有情皆苦，就是说有感情就痛苦了，没有别的方法了。那感情痛苦怎么办？不是消灭感情，是把感情透过智慧以智化情，把感情变成慈悲。就没有痛苦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
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